这风力度怎么样？嗯，还可以哈，挺快，挺快的啊、哦。对，这个洗过没？这个壳没有，没洗的，就也没有顺毛，也没顺是吧？就正常这样剪。前几天洗过，前几天也洗过。哦，前几天也洗过，就等于说它应该是身上没有打结的毛就对了哈。有一部分细节嘛，它啊、哦、有一部分小，就是哦，这个狗还是身上有一点小细节的啊、哦，小细节，那基本上都还 OK， 就是哪怕是有小细节的毛，可以下毛，哎，都可以下毛，啊、哦，就风力度这一块还是可以的，挺快的。你看我们说话这一会就差不多背全部剃光了，就剃的差不多了。几分钟嘛？对，几分钟。全部可以完成。是。啊，实际的留毛的长度大概应该是在十几个毫米，就大概应该比它这个要长，卡直规定的长度要长，哎，对，一定要长，对对对，因为你这样顺过来的时候，它是会长度会更长一些，对，就应该这样子，冬天也差不多做了。